杀手公家因性感造型照大量出土，睇得又打得成剧中焦点。 杀手即将隆重上映，点解隆重？卡士重，呼声高，又有话题性极高的 Ellie， 加上已经拍不年半还未播映，未出街已经很多新闻。剧情当然是一堆杀手的故事，但最令人期待的是剧中角色的造型百变，令人十分新鲜，包括江美仪以接近半百的岁数扮演小丑女。 还有龚家欣十分性感的杀手造型，他也有于自己 IG 出 post， 引来不少网民赞好。